南投县艺文教育青金计划今仔日以地质文化甲原住民教育为主题，伫后山艺术馆进行热烈的成果展。十七间国中小以及三个艺文团体做伙来参与，带来好看的表演以外，也阁有作品的展示，以及安排趣味工艺体验等等，展现南投县丰富的特色工艺甲文化艺术。不管是德乐器的演奏，还是原住民的歌谣，参与着表演的学校，已经展现着一年来学习的成果。这是南投县推动的艺文教育扎根的计划，已经进入着第五年。开心啊，就是跟团员一起，就是经历过很多事情，有好的，有坏的嘛，我们就共同承担啊。就他们都很棒，我也很喜欢在这个团体，在面国中练唱就真的很开心。除了台顶精彩表演艺术，各学校一个艺文团体嘛设计着工艺 DIY 单位，一个游戏，亲像家底下来变成着火器，一个餐具加等等，融入着生活当中，一个好耍的捏图，进行着示范活动。启发孩子们的创作空间，那还有作品与生活上面的结合，有非常大的那个创意发展的方式。合作了一个就是一个传统的聚会所，周族的聚会所，那它里面全部都是用藤去就是编织的，就是用去固定的，就都没有用到钉子。那我们在想说，在这样采藤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或许也可以从这个藤，然后进行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手工。在成果展顶头，让人来看到南投艺文的丰富，馆长用心推动着这项计划，期待讲做到社会推广甲传承。能让小朋友从小就能实际在参与过程，一方面了解我们祖先传承了下来的文化，一方面决定未来是不是走这一条路，可以去做推动，这都是值得他们去思考的。另外，在后山艺术馆也有作品的展出，到十一月三十号为止。观众欢迎大家前往来欣赏着自身的创作。记者林雨欣，差不多。